你那么开心啊，知道给他开狗粮了，开心起来跳舞了，你也开心啊，哇，幸好买的多啊。对啊，这是你吃的狗粮，稍等一下，看一下，真小颗一点的，真小颗的好，你看，芒果，这是你的 VIP 吃饭的地方。就在这里，你看那两个，今天是阴天，那边一片这个树叶都黄了，很漂亮。那边是蒙古包，好多自驾游的人来这边，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位是非常丰富的，皮卡房车好多，你看好多车过来了。红薯好香啊，这个是小时候的味道啊，咸菜配红薯，绝的。刚刚已经给毛孩子他们吃了，咱们呢就吃点这个红薯。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西海这里啊，在旁边就是一个湖。这里也叫博斯腾湖，这个地方环境真的是非常美，突然感觉好像到了这个内地的感觉啊！到这里来，下午这时候就开始凉了，真的有点冷。这旁边你看，鲜花盛开了，环境特别好。今天我就在这个景区门口，这里有个停车场，在这里安在扎营，我给大家看看这里的环境到底有多漂亮。这两个狗狗好像我的狗狗小时候，太像了。你看，像芒果小时候，咦，乖，好乖呀，乖，你也来啊。这个是公的，你看，但是我没吃的给你啊，你都来。太快了，好漂亮，这个像边牧。你妈妈呢？你妈妈去哪里？四只，嘿嘿，打滚，哇，六只，中华田园犬，那黄的那三只特别像我的狗狗。太像了，那个像边牧啊，那个真可爱，这个特别是这个家伙，这个小不点啊，像芒果小时候。还有你，这狗特聪明的，这狗是长不大的，长不太大，对，长不大的，好乖呀、啊。我没看到他妈妈嘞，他妈妈不在这里。真乖。那里有一个好大个直升机啊，前面就是那个游客中心。如果要看整个湖景的话，那可以坐飞机，但这里有这种直升机，咱们就不能飞无人机了，不然飞下去挺好玩。
你看，咱们的车在这里啊，感觉到好荒凉啊，怎么感觉？是不是？这时候游客非常的少。这个景区做的真好，看，中国西海5A景区啊、哦，好冷啊，感觉168块钱一个人坐4公里，382坐8公里。朋友们，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秋天的颜色。树叶黄了，那感觉好美啊，太美，美得醉人。看，漂亮吗？这个树叶，哇，摸一下，闻到了秋天的味道。这个树都有点黄，慢慢都黄了。那边很多蒙古包，我们去那里看一看。去那里。
石榴，你的飞盘呢？来这里，这边来这里。靠这边，好了，坐，坐，朋友们，今天到了这个地方，感觉好像去了内蒙的感觉啊！你看一排的这个白树，白桦林的树，感觉到了秋天的漂亮了。花过来这里。芒果我没有带着它，刚刚带它啊，它太小了，拍照看不出来，一黑一白才比较清楚啊。太阳马上下山了啊，我们现在要回车里面去啊，准备直播啊。在这里感谢粉丝朋友们的支持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